欢迎回到新鹿谷，今天是 Willy 的生日。我在昨天的时候有捡到一颗钻石，你觉得我会把钻石给他吗？不会，我只打算送他一条鱼。什么鱼呢？我还没有想好啦，就随便一条鱼吧。然后我突然忘记，我昨天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昨天忘记烧金块了，这还蛮严重的。我们快点把它烧一烧。烧完金块之后，今天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，就是浇水。浇水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每天都做，除了下雨天之外。钓竿可以带着，还有什么东西要带在身上吗？我觉得还好，这个把它丢进去。杨桃其实应该放在冰箱里面，走。然后啊，我才发现昨天的时候，我们在看这个锅炉房里面有一个活水晶，听说挺好用的，所以挺好捡到的，所以我们去明天今天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再去一趟80层楼，看一下可不可以捡到一些活水晶。我刚看到栅栏坏掉，不知道有没有 Bob 看见，他就在我眼前，这一块在我眼前坏掉。哎，他刚画面左右摇动一下，我刚以为是地震欸。我刚以为是地震，好好笑哦。一下，嘿，没有零号，辣椒又长出来了。今天已经是24日了，豹们觉得，豹们觉得能够在30日之前再采收一次吗？也没有水了，我觉得应该可以。要送 Willy 鬼鱼吗？对啊，要送他鬼鱼。拜托，那是爷留给他的，来自异界的鱼欸，这么厉害的鱼。拜托，要是我生日礼物也收到鬼鱼的话，超屌，一定很酷，我会这么觉得啦。哦，一个月只有28天哦，新密码赛，也就代表我们只剩下4天，还能够采收吗？还能够采收吗？哇，啊对哦，我们今天要把小鸡叫出来，差点忘记了，等一下再叫。嘿小，先浇完水再说。好，打开摸摸桃，还有一只摸个，把东西捡一捡放进去，还有一个 come on。 他们几颗星啦？2颗星，都没有更开心。 come on， 不好意思，救过一下，希望还可以再采收一次，在结束之前再乱转一波好不好。辣椒哦，我们先放一点进去吧，走。辣椒放一般的进去，这个卖掉。好像没有办法收集到9个不一样金色的东西，除非我们去钓鱼欸，所以我们之后也要找一个时间疯狂钓4种不一样的鱼才行啊。我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不是这一只蚯蚓，是处理个事情。好了，我处理完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处理这只蚯蚓。嘿咻，是一块石头， Bravo。 好，我忘记卖蛋黄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每一次都忘记卖蛋黄酱，没关系，今天的蛋黄酱呢，我们来送给别人。该死的啊，对哦，我们要先去找 Vili 吗？好，先去找 Vili 好了。他有这么早起床吗？我不知道欸。咳嗽，去看一下好了。希望他早早起。哇，好多贝壳！对哦，我已经好久没有来海滩了。是金色的，金色的贝壳。贝壳可以用吗？好像不行。很久没来捡东西了呢。牡蛎，银色的，2个。哦，这边有欸。我记得之前这边藏着一颗，然后没有看见，然后有些眼睛很利的爸们看到之后就很崩溃，超级崩溃。金色的，可以，能放的就行。哦，真的吗？哦，好欸，那我又多了几个了，记得把一些金色的留着。好啊，10点多了，我猜 Willy 应该醒了，送给他一只鱼吧。其实 Willy 晚上也会去酒吧啦，晚上来其实
也是一个好主意。Hi, Willy. 送你条鱼。Oh, a birthday gift. Thank you. 上次他看成 thank you. 不客气啊。有些鱼会随着季节出现，季节变化而出现，或者消失。有些鱼只会在下雨天或者夜间的时候出现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么有用的知识。一个，两个，卖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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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拜拜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还要去解一些这个任务，不过那是之后回家再说。我们先去，让我思考一下哦。我这个人很不会排行程呢。嘿，多内，先去找找看好了。嗯 ，CD， 先去找找看有没有火结晶，还是火水晶？火水晶的样子。捡到饼干呢，麻的饼干。其实麻在这个新入谷里面，对吧？他一定在偷偷跟踪我，在不知道哪里的角落偷偷跟踪我，一定是这样子。嗨，岳父。你现在一定对你的农场里面的作物越来越感兴趣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其实还好啦，有机会我会到你的。岳父，送给你蛋黄酱，谢谢你。这个标本很有意思，这不是标本，岳父，这不是标本。咦，一直咳嗽，好不舒服哦。我好久没有见到你嘞 ，Hello。不够了解你，没有办法信任你。给你这个，不客气，拜拜。哎，有葡萄哎，金色的葡萄。今天真的走到哪里都捡到金色的东西哎。好，必须看看有没有火结晶。哦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那是什么 ？What？ 那是什么生物？还补血。哇 ！Oh my gosh！ 哼，他补超多血，哼哼，消失了，消失了。我中了状态，减八防御。哦，好，我们要找的那个结晶在哪里？这个地方让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。巨大惊动，这不是我们要找的。好，火结晶又出现了，黑黑的生物。哦，我找到火结晶了，我找到火结晶了。哇，好强哦！虚无精华，火结晶，又是黄金。哎呦，这个地方好恶心，好不舒服哦。有火结晶了，太好了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啊？离开，快走快走！好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找到了。那接下来呢？我们要回家一趟，把东西收。马路酱，好久没有见到你了。这几天啊，我想说我太黏你了，是我有些害羞，还是这里的温度突然提高？你看，果然就是这样子。有时候啊。恋爱这种事情不能够每天都去找对方，一定要拉开一点距离，让彼此有一点，怎么讲，有一点距离感，会让对方心痒痒的。而且这个新的模组的马鲁奖真的很可爱，你有看到他的人物模组不太一样了哦，看来是我自己的缘故。马鲁奖，我晚点再回来找你。嗯，别以为我没看见，看到你了。它已经变成肉泥了。好了，我们回去，然后把东西收一收之后，看一下家里的金条好了没。如果你的家里的金条已经好的话，我们就把金条拿去送给 Abigail， 然后解一个任务。嗯，我们需要解那个金条的任务，还是我们可以 pass 过去？金条那个任务好像是每个都要，对不对？对，每个都要。金条、铁条跟什么来着的？金条、铁条跟铜锭、铜条的样子。好，先把一些有了有了，拿起来拿起来。身上包包变多了之后，就其实有点难整理。
都要把金色的东西留下来，留下来，留下来，之后都用得到。这个会传送回去，石头传送回去，这个传送回去，已经没有位置放东西了。好，我们需要带什么呢？让我思考一下。我们可以带，想一下哦，铜棒、铁棒，还有一个金条。另外一个金条是要给 Abigail。虚无精华先放进去，我们只要一个太阳精华，再加上十个蝙蝠翅膀。然后我们还需要什么？我现在唤起我的记忆。看一下哦，一二三，这三个都有了。石英、地精、泪精 ，OK， 石英、地精、泪精，石英。铁矿石、地精，我有一般的泪精、石英。好，一二三四，这个不用，这个要一个。OK， 一二三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是不是都拿好了？这个有了，这个有了，这个也有了，然后这个也有了，好像都有了吼。好，我们可以解开我们的矿车了，太好了！先去看一下 Abigail 在哪里好了。Abigail 他人在，他人怎么在这里啊？图书馆。Abigail 会去图书馆。咦，走，我们去看看。怎么还在咳嗽啊？咳嗽好像都好不了哎、欸。我们去图书馆找 Abigail 奶奶。还在浇水。话说，那个是他家里的庭院吗？还是那根本就不是他家里的庭院？哦，他是帮星露谷里面所有的一台火车正要行驶过去。还记得当年星露谷完结事件吗？他在这里吗？哎，是哎，是在图书馆。不要挑我念错字。你装修房子吗？要是我房子，我会这么做。来来，我的任务还在吗？还在。一个金条。来，嘿嘿，我得到成就了、欸。Perfect。他想做什么？是什么恶作剧会需要用到金条？什么恶作剧呢 ？It's yours。而且他花了750块为了整他爸。Kamiko， don't say a word to my dad。不要告诉我爸。任何一件，他爸是那个杂货店的管理员，对不对？到底是为什么？这边有很多遗书可以看，不过晚点吧，现在没兴趣。现在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有蚯蚓是不是？欸、真的哎、欸，让我藏起来，是便便，而且掉到水里面了。有件更重要的事情，线，你怎么这么早下班？哎、欸，下午5点嘞、欸，其实不早了，唉。每天都是一样，给恶心的货架百货，去酒吧，然后闹宿醉，就是闹宿是什么？应该是闹就是宿醉吧。你可以跟我有不一样的生活啊，是不是？什么？已经5:20了，我还有成堆的工作没有做，快回家吧，快回家吧。来喽，我们要解锁矿车喽。这里吗？这里是，那边有小花。Hello， 是要往这里走吗？这是鱼缸，这个是布告栏，应该是这里。哎呦，是这里，来喽。它好像可以随便乱放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有点强迫症，放在这里，然后放在这里。完成，他会送我什么东西？给我这个干嘛？他跑走了、欸！哎呦哎呦哎呦！那是什么？哦，闹一宿，是一晚的意思哦。So ga， 上闹一刻了，报门都是大师哎、欸。完成。送给我万象晶石，不是很需要。冒险者，这个，再加上这个，
完成了奖励。这是什么？磁铁戒指。OK。哇！被包围了。We are the Dreamers, keeper of the forest. 哼，修好嘞！哇，星星。出现了奇怪的音乐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什么星星？你们要去哪里？拜拜。是杨桃。哇！哦！That was so cute. 他就一直跟着我。Oh my gosh! You're so cute. 他是我的小宠物了。哦哦，这个是什么？金库？捐钱是不是？可以修大巴士。哇！捐25000，捐5000。捐10000，我可以捐一些啦。我快以为是大便。5000，高级肥料。10000，你知道吗？他先从最困难的解下去好吗？25000。亮金化机置入你的宝石，它就会被复制。是什么？什么是什么是这个金化机啊？剩下10000，如果还可以再采收一次蓝莓的话就行了。嗨，嗯啊，好啦好啦，回家了。可以复制宝石？对啊，感觉很猛欸。戴个戒指好了，带着大便爬爬照，走回家去，回家去。所以他就可以一直复制，一直复制，一直复制东西吗？嗯，以后这个东西就是稳定刷一矿，一矿是什么？没有看过，真的很像大便欸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我都扛着大便在。在牧场里面爬爬照啊！哎呀，嗯，这里可以放一个。那这个感觉很神奇的机器放在哪里？放在这里好了，这感觉很屌哎、欸！所以是把钻石丢进去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玩过，我第一次看过这东西。试试看喽，他会生钻石给我吗？哦，丢进去了，丢进去了，丢进去了！明天早上来看看喽。啊，我本来想把这个东西卖掉，可是没有卖。好，那现在才晚上9点呢，我们还可以整理一下我们的包包，整理一下我们的箱子。我们的箱子真的是乱到一个可以。这个要丢进去。嗯。然后饼干还有什么高级肥料垃圾金石，好，路边的东东。这个大便要冰到冰箱里面吗？是不是很糟糕？要等2-3天哦，所以一天不会好。好这么久哦。嗯，了解。嗯，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这个丢在这里，这个要捐给博物馆。我们把一些东西拿去给博物馆好了，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给博物馆呢。狗狗摸摸，你接过，把大便放进去。我们算一下，我们有几个了？有没有9个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还差一个。
我们擦一个金色的，那个还好啦。嗯，只要能放的就行。这个可以吗？这个地精不知道行不行欸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听豹们说啊，他被吸回去了，没关系。听豹们说好像能够放的都行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体力减二。嗯，它上面应该会出现一个，这个不要捐。你可以找到，看一下哦，一种，这个可以捐一个，好像没有多少能捐的，都捐过了。哦，这个可以捐。没有没有，不行，都捐过了，我们只能捐这些东西，好烂哦。我们再去农场晃晃，我还有好多体力，还可以做一些事情。来砍个树好了，好久没砍树了，身上没有带斧头。狗狗在那边偷看，坏狗狗。嗯，斧头带在身上。我现在需要很多很多黄金，超级多，越多越好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大业了。万象金石可以撬开，可是我现在想存钱，我想存钱开巴士。哎呦，好多稻草，如果还可以再采收一次蓝莓的话，真的就太好了。东西吸一吸，把体力耗完了。偷看也被骂，当然不能够偷看啊。复制黄金是一个好主意，可是我已经把东西塞进去了，必须等，必须等等。栅栏坏了，我知道啊，早上的时候不就说了？不就？突然觉得我变好穷哦。可是我觉得啊，修巴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它可以带我们到新区域欸。嗯，怎么砍不到？嘿咻。一直咳嗽，心迷麻塞。上面的路砍一砍吧，考虑考虑啦。嘿咻。快没体力了，回家睡觉。我觉得最近的进度有变快了，我开始会解一些房子里面的任务，真的欸，都快坏光了。好了，我知道，回家睡觉。又在偷看，回家睡觉，回家睡觉。哇、哦，你在做什么？好可爱哦。野外采集六，我可以做那个避雷针了，然后还可以做东西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新配方传送图腾。哦，避雷针。哦哦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嗯，又出现了。这个地质学家宝石可能会成对出现，矿工每个矿脉加一。哎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哪个比较好啊？一度呢，一度呢，左边还右边？左边还右边？感觉起来成对，我需要花很多体力。可是。如果是出现钻石的话，钻石就会出现两个欸。其实两边都很不错，左边右边都很不错。对，两个都很棒，一个是你每采一个就可以增加一个，另外一个是要是出现稀有的金属，它就会出现两次，可是你要花两倍的体力。我选左边好了，我选左边。其实两个都很优秀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两个都拿，可是不行。